名人搜身巧克力超健旺肠辣掉钥匙圈。来干嘛呢？我们今天要来搜身。想知道我包包有什么吗？今天名人搜身单元有请艺人巧克力，让大家看看他包包里有什么行头。电脑。为什么要带电脑？因为常常有时候在工作的时候，就是等待的时间很久，或是你觉得很无聊的时候，然后你就可以上上网啊，然后听听音乐，玩玩游戏这样。他身兼艺人与 model， 当然保养工具不能少，还一次全带齐。连贴身衣物也随身携带。常常我们就是 fitting 的时候，你可能要穿比较肉色的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江江，这是我的钥匙。因为我其实呢是一个非常容易忘记带钥匙的人，然后常常我就会就是想说，那怎么办？我今天又忘了带钥匙，然后我就要去找锁匠来开门，然后每次都会花我两三百块，就我一年这样算一算，大概可以花个两三千吧，很夸张。然后所以就帮他换了一个比较就是比较贵重的那个钥匙圈，这样我就不会忘记他。苹果娱乐新闻再丢了，不就亏更大？报道。